Netflix 真人 show 影集《璀璨帝国》记录居住在洛杉矶一班亚裔富豪名户，深入揭开一啲有钱人点样炫富，点样为名气而斗过你死我活。在众多贵妇里边，台裔名媛 Crystal Chiu 为名利炫富罪犯中真，除了为惊世界末日而买十几万的名牌电单车，仲大搞肉毒钢菌派对。节目出街之后，最多人讨论的除了讨论佢嘅黑人憎炫富行为，仲有佢嗰个打过量肉毒钢菌嘅胶面。有网民喺社交平台疯传佢多年前疯狂整容前嘅相，大批网民都认为未整容嘅佢其实都系一位靓女，其实根本冇整容嘅必要。